个用吗？我们两个不行吗？赖用不了，单独的用不了，只能用微信。微信怎么用？就是那个跟你们赖是差不多。那微信是大陆全部用微信的。对，大陆全部用微信。叫你规划个五日游，规划一个五日游，带你们过来玩。这样不会腻，可是这样会不会比较贵？什么比较贵？我说如果这样自你自己带，跟那个团体的，你这样算是自由行？不能自己带，对，只是跟你们开玩笑。自由行会比跟团贵一点，因为自由行的酒店什么的会要稍微贵一点。对，团队还是价格有优势的，所以我就说自由行。你现在这边可以买几瓶呢？两瓶，你买一瓶。今天你要两瓶，100块人民币买两瓶。110。买两瓶的，100买两瓶。我现在给你钱吗？哎。我的一起恭喜，一起恭喜，今天打完了，非常好。我们两个同事啊，为你，我就拿一个两只，都打完了，对。因为这边养猪很多，这边牵两个很多的，以前他都是假的，我真的在笑你，说你已经掏到一送五块钱，2500了哈，压箱宝。莲花路嘞，是跑到莲花路来了。你看大家都懵的。